农历狗年2月11日，今天的资讯有：金高达破坏者放出了最新宣传视频，并确认了发售时间，将在6月21日登陆 PS， 6月22日登陆 Steam， 中文版同步推出。小编还记得前作的媒体评分不错，但是玩家反馈却不是很好啊，不知道今年6月的新作能否挽回口碑呢？绝地求生测试服更新了拼值匹配系统，也就是之前流传的软锁区了，当测试服评估完成后则会统一更新到正式服，不知道今后的吃鸡外挂问题能否有所缓解呢？中国之星计划项目国产游戏失落之魂的制作人杨斌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游戏已经能够在 PS Pro 上流畅运行了，但是在普通 PS 上则还有待优化，开发组的最终目标希望能够在普通 PS 上也能做到60帧。还有视频中演示的关卡仅为 demo， 不一定会出现在正式版中。失落之魂应该是近几年来国产游戏中玩家期待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了吧。星际公民宣布众筹人数超过200万，筹得金额超过1.8亿美元，目前可游玩版本为 Alpha 3.0， 即将更新3.1版。星际公民这种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微软公布 Xbox 游戏通行证服务4月更新游戏，包含城市天际线、猎人野心的召唤、晚班、传送门骑士等8款。最郁闷的是这8款游戏中有5款小编都已经买过了呀。Xbox 春季特卖开始，包含 EA、育碧、动视、2K、冰社等超过350款项目折扣中。Win10国区也同步促销，极限竞速器、茶杯头、古墓丽影石、光环战争2等都有不错的折扣，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PSN 港服方面则开启了 PSV 折扣专场，54个项目促销中。最新英国游戏销量周榜出炉， Xbox 的《盗贼之海》无悬念拿下第一。第二则是 EA 的双人合作游戏《逃出升天》，第三和第四分别是《二之国二》和《刺客信条：叛变》重制版。至于那款游戏，大家别找了，排在第七。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大家明天见。